我那时候卖猪娃的呀，就卖个大猪，你在这看着着的，还当个医生啊？这个厂这个猪场没交给你的，啥时候你都不知道住，拿点那个本儿就行。今个光你家啊？回来光你自己？我蹦的都往前蹦的嘛，没事。你干啥蹦啊？就是说话就不长人情呗。哎，你从你开始蹦的了？还归零嘞，我归幺零嘞，我开开嘞。你去叫那个谁去开的，大庆去开的，快去开帮嘞！要我闹到这了啊！我呢？啊？你四八？那五百斤嘞？把这家地往这捏捏。八点门子，我拽微信了这嘞，拽微信了这嘞，是拽给你还拽给葱啊？拽给我这。说的，你说的，我你说的，你说到这，四十八，成了，等于，不对，那再乘七七，三十七，四十八八。你放干好了，你干拽微信了，对了。拽微信。三天多少？三天四百七十二，来，放着。姑娘。这。叫多少？七八个。慢点啊。哎，你俩有固定这咋的？赶紧走吧，热的。热的，你这样媳妇儿。这猪总的来说还是涨嘞，能也能够那个啥，是不是？可不是的，也现在咱这卖着一个老海猪都卖一千多。可不嘞。这一个老多大一个猪，五百多斤，卖一千多，两块多一斤，这够嘞。
这回这个卖三天多。嗯。走走吧，走。走。日里这不能干活儿，这天。今天这七点多，别说凉快凉快，这日里这也不说晚吧。几个几个我，我这两天不是去我那，这我喂着猪都不吃，呱它呱呱都给活了。弄了猪头窝，可不得我干了。你要看见是给猪弄点冰糕，弄点冰镇啤酒，煮上酱。你俩有俩空调是真的，不开吧？看得老给猪往这地下空调。现在回来水电都不进去了。